们现在玩消防车，它有水枪哦。那我来投钱喽。好，刚刚开始喽。好，开始设，你要哪一个游戏？对准它。好，失火的地方要开始吹哦，而且开始之后它也会开始摇晃哦。然后开始涉及有水的地方、有火的地方哦。稻田那里啊，姐姐，快点救人哦！然后有直升机耶，房子也失火了，动作快点哦！为什么直升机飞过去啊？直升机飞过去，树也失火了。救援直升机来说，你要冲它，它才会降水下来啊。怎么样？很厉害吧？有没有很好玩？好玩吗？然后火越来越多喽，稻田那里。好，奖励40秒，继续。我觉得这还蛮有趣的。你要先把那个大的火焰先熄灭哦。赶快射那直升机。蛮有趣的，好玩吗？妈妈也好想玩哦。游戏结束，这就是今天的消防车，好玩吗？